凡是成功的人，无论是事法佛法，你仔细去观察，他一定能抓住现前的机会，他不会错过，不会失掉，这个人注定成功。凡是失败的人呢，眼前的机会呀，他放过了，他们也能抓住，机缘不可失了。失掉之后啊，你知道往后你还能遇到这个机会吗？我们同学当中，凡是能把机会抓住了的，多少都有成就；凡是疏忽了，没在意，懵懵懂懂，天天混日子，他怎么会有成就？不要说别的，只是我们自己同参道友，我们的同学，大家起步的时候都在一条起跑线上啊，好像田径赛一样啊，赛跑啊，起跑的时候在一条线上，到目的地呀不一样了，有拿到第一，有拿到第二的，还有中途退转的。在学佛的起跑线上，我们同时在一起的人不少啊，但是大部分的人中途他就退出了，跑到终点能有成就的都是把机会抓住了，锲而不舍，勇猛精进，他都有成就。